险的你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隐形眼镜戴有点久，刚刚戴着隐形眼镜就睡着了。哎呀 ，T 哥，真的是被踩来踩去，踩来踩去。大家晚上好。今天礼拜，今天礼拜几啊？这个，这礼拜三。再三天，我的眼睛超干的。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胃不太舒服，然后我就吐了，三二一。不会，那就好。哦，好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什么？拿呢？把我包子在地上。刚刚睡着。真的，这几天在不能吃米饭。我想要穿个 T 恤。多高嘞？大家等等我一下。去哪呢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家里而已。早上有打工，然后刚刚回家，因为觉得自己长很丑，就想化妆一下。身体还好。绝对不可能的啦，回来还干嘛活？我眼睛很红吗？好像有一点红。不可以再戴着隐形眼镜睡着了，天哪！大家晚安。我以为会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到家之后就睡着了。
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那天两天前那个有吃药，然后我的胃也不太舒服，但是因为我后来都有吃的，怎么会戴隐形眼镜睡着？刚刚的上衣好看，但我怕 Tiger 在我身上爬来爬去，很危险。有乖乖有，我今天应该不会播这么，我今天应该只能播，只会播一下下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睡觉。然后看看，可是明后天，好了，拜拜。可是明后天有一点小忙，我就想说再找一个时间播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谢谢吉米粥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吉米粥，小米粥。哼，今天辛苦，今天不辛苦，你们才辛苦。只是身体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讨人厌，生气。谢谢波尘的告白气球，告白波尘。该关播 ，Hello， 我才刚开，但我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所以又还是想要跟你们见面，不然这礼拜我就很怕见不到直播啦。那我们礼拜六又就是生日会见面了，因为今天要化妆。娜娜。Tika 在玩布诺，因为今天布诺洗澡。Tika 布诺嘞 ，Tika 过来。现在很吵，布布在我旁边 ，Tiga 在我脚上，布诺在我。偷看啊！太好了，希望我可以当天就带回家。我没有在看电视，我在发呆，感觉一脸想睡，有一点点。今天有点胃很痛，楼下好吵啊！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窗户开着。这个。再来写卡片跟包装。我那一天回家，我就要立马把我的礼物给带走。希望可以。礼拜六嘛，你们知道 B 场是几点开始吗？当天就可以带回家，许愿一下。我很期待你当天的蛋糕，还要很期待见到你们。那我也别包装，喂，这么那个的吗？大家都不包装了是不是？好像差不多很。我看起来超困的啦。晚安，对不起大家。
因为昨天晚上就没有，我之前祖祖用心飞姐姐有，你是去年就跟我跟我说过，刚不睡觉。啊，不行，不睡。这也不敢包的，还没有要哈欠打到爆。对，怎么？因为你看我打哈欠，你就会想打哈欠。第一次参加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就是是拿给姐姐们，然后他们审核才。给我们这样子，第零次参加，郭宝宝应该不会的吧？应该吧，不会啦。送礼规范，明天这么好吗？那我礼拜六就看得到你吗，博翔？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心动之类的？嗯，我也第一次参加过，真的吗？这是第一次吗？我已经超级红的啦 ！Hello 哟，我也第一，你才不是嘞！不过不要哭，都不行。嗯，想要吃的。May I show something cool? 只要不是吃的都好。我今天眼妆真的吗？谢谢。我今天有刷了个睫毛，就随便画了一点点。我真的第一次，真的吗？这是没有林子仁第一次吗？骗人。好像是哎、欸，是吗？大家最近都很忙吗？怎么那么……哦，谢谢。今天终于心血来潮化了个妆，不然平常都懒惰化妆。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在清我的鼻子，因为我的鼻子实在是太多粉刺的，然后我就受不了，我就很想要清理我的鼻子，然后我就用那个棒子挤我的鼻子，但是我感觉没有弄到很干净，然后我就受不了，我就用那个面膜，清洁面膜用。就后来这边被我弄得红红的，我想说不行，那我遮住好了。去年偷偷入坑的，可是我感觉你陪我直播很久了，可以清你的鼻子。好久不见，狂人，那是啥？什么什么？这是随便化妆的，不要打你，你就分享吃的那是什么？我看不到哎、欸，超过两个下面。我好饿哦！我超饿的，我今天还没有。有，我今天有吃饭，请大家不要揍我。我今天吃了肉包。然后早上有吃麦片。我只是很吵。没有吧？我记得。我也觉得他来了很久。蛋饼，烧饼蛋饼，
我好饿。专辑送他那个专辑，什么专辑？我们的专辑吗？今晚饶河街要炖，我饿，我饿，我好饿。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吃。不知道在干嘛，开了 YouTube， 想说，我开 YouTube 干嘛？不是，我要开吃的。我的肚子都已经在叫了，狗狗戴的，对呀，好看吗？我刚刚在地上唠叨，我想说戴一下。郭妈不是，郭妈不在。躲起来了，麦当劳最稳。你不吃饭又说饿，没哭饿也没有。不想要吃好吃的。我在这里哦，大家。真的吗？我都不知道有联名哎、欸！你也躺得太……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掉下去了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有看到你的眉毛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我起不来了，给你了。我没有在睡觉，这是啥播？我等下就起来了，真的。最近都身体不太舒服，我要吃什么嘞？8:30就要关，不管我来了，我回来了，会限制我哪有我没有，他真的对呀，必胜客。睡着，我都想吃，
但是比较想吃面比较多。嗨，大姐。要睡过头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虽然每天都身体，没有每天，我已经在努力养身体了。我想吃拉萨，但是贵贵的。吃垃圾，好想吃哦！我来看一下。酸辣粉。啊，好饿。还是吃潮味觉。还想吃酸辣粉，现在是懒懒的国宝陷落中，炒泡面，我以为能破纪录，为什么？我没有，谢谢你们都等我，对不起，你们等很久吗？今天？我想吃泡面呢，其实，但是我可以直接睡着。我好想吃东西哦。试车车哦。啊！等一下就变睡波，我一直越陷越下去，我觉得我的头。我怕我等一下今天一小就关吧。没有啊，这只是我的床上而已。我只是想要，也想试你。但我怕你等一下不会去试车，那我耽误到你试车怎么办？不是，这个是我的枕头，这看起来像沙发吗？剩四分钟，我哪没有？国姓宇已下线，不行，国姓宇上线。果果，拜托求求你不要传照片给我，我现在好想吃东西，但我不知道要点什么，我不知道别点什么，我跟莎莎不熟。不知道可不可以睡不，我很乐意。要是能睡播的话，我就一天睡，每天睡觉都直播。
怎么可能这么安静？我在想要吃什么。你睡不，我们陪睡。我还在工作。你在工作啊，牛牛。你今天应该没有用喇叭听我直播了吧？我们会听到你打呼。可是其实我睡觉很丑。我现在那个东西不能吃。我有睡播过吗？阿柳柳，你跑走了。德全最近是不是都在忙呀？我刚刚要干嘛来着？我忘记了。我决定了，我等一下要睡觉。什么东西掉下来？这个是我买的灯。睡到一半肚子饿，欸，我有一天就是这样，欸，大概前几天而已，这应该不是很饿，应该是胃有点痛，就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常常胃痛，很郁闷。而且我今天明明就没有走很多路，不知道什么脚超酸的。你点好了吗？我还没。睡前吃点东西，我很习惯睡前吃东西。我等一下可能想要偷偷煮泡面来吃吧。就是我很喜欢睡觉前吃东西，会更就是会更想吃饱就会很想睡嘛。但是我记得好像这样子不太健康，就是不知道睡前几小时前不能吃。不能吃饭，就是不要吃饭比较好，因为说肚子会很难消化。算我的。但是我真的是会很喜欢吃宵夜前，睡觉前吃宵夜。酸，因为踩到柠檬。还会有胃酸。我的脑子现在都是那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说 L O V E L V E， 你们知道我在唱什么吗？
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对不起，我每次直播都睡过，你们都还会来跑来密我，都每次害你们久等了，对不起。泡面通常会用泡的还是煮的？看它是什么啊，它如果是那种杯面的话，我就用泡的。啊，如果是那种面的话，就是那种一包的，我就是用煮的。最近很努力在调自己的身体，但就有调，但不多。我不会炒泡面，但我很喜欢吃炒泡面。我记得小时候国小对面，我的国小对面有一间很好吃的，一个阿伯，他推着那个他的车，然后都会炒泡面给我们吃，所以他的车上有很多，就是有时候会可能不小心看到蟑螂，但我就很喜欢吃他给阿伯的炒泡面，所以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陆克晚上好，正常。好的，你要去哪里呢？等一下。很喜欢吃蟑螂泡面，才不是呢！好饿哦，我好饿哦，救救命啊！走去操场，你回花莲了吗？我要来逛吃的。你实习结束了，哦，所以花莲是实习，我一直记错。你好像一直跟我讲你实习结束了，我一直以为你的学校在花莲，然后我每次想到就觉得啊，为什么你不记得你是在台北的啊？很饿，还一直逛吃，就很想叫。哦，学校在宜兰，我也来不及去买再休息。等国妈回来当妈宝，但是又不下单买，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下单，现在身上没口口，卡里面也没口口。不然我就叫了，好想吃哦，我想吃拉萨，我要等国妈回来。看得到我吗？国妈救命！去洗个澡再。我在家里呀、啊。进去看你的线都好，我来了来了。只看得到姑姑的大腿。哦，对，我刚刚就是要去看，我想说我点进去我的手机干什么，我的 IG 改了一年哦，为什
什么一个换轮胎要换一年呢？感觉车子打蜡了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你的车变厚了啊？下面还是是我看错？它前面它的车头怎么变厚了？然后我还真看不出来还有啥，我也是没有透视眼的。背景的机车，原来是背景的机车，蓝色的换成灰色的，喂不够，哎才多一张而已，保险杆是放在前面的哦，保焊，不是保险杆，在看什么？换改装大包什么看不懂啦，生气看不懂啦，你不要，我喜欢下面的，下面的好看，那个轮胎好看。可是你的车子有打蜡吗？感觉是不是要打蜡一下会更好看呢？偷看大家的现实动态。我现在怎么了？可以包布，我就下次换勇哥包布了。还好我没有先等。我在看食物，请稍等我。要流口水。我还在，好想要吃哦！
好想吃个，我想吃番茄锅。我很想吃是从思源的限定，我好像知道，你好像有跟我讲过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的样子就跟我在国道边开边打盹一样，什么？你很，到底是想吃？我都想，要不就播到九点吧。那时候还用手机，还得用，哦，对哈，我觉得我已经饿到我鼻子里面自动闻到食物的味道。突然现在生活还在。九点可以，嘿，对不起大家，最近你们都在赶我下播，我都没办法好好的跟你们讲话。那我最近真的很努力的在调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真的是会要疯掉。吃饭大过天，我记得我有一次为了吃饭抛弃了大家，请不要传哦，封锁你们，很担心你的，看你肚子好痛苦。什么蛋挞 ？Hello， 好，晚上好。啊！我不要，我已经想到它了，拉面。多粉来分享美食图。蛋挞去，那你可以带蛋挞来看我。最后是 Grilla Piece， 可是我觉得 Grilla Piece 还好，就是我喜欢吃，但是每次买回来又吃不完。但是绿蛋糕就是吃得完，好想吃绿蛋糕。你什么时候还会回？你什么时候还会来台北永哥？请你一定要带上绿蛋糕。想吃，我想吃，我好想吃，我嘴巴有它的味道，我现在什么都想吃。带上绿蛋糕吃给我看。我会假装叫你吃给我看，实际上我直接抢劫，我直接在你打开的一瞬间把它抢走。我是那个叫做什么？
大道，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大道，好，现在没办法思考，应该能吃亏。对对对 ，IG。而且今天要洗头，我不想要洗头，我只想要躺着。我等一下就关播，我就下线了，各位，我整个人就下线了。今天九点开始睡到明天早上九点。市民大道是不是越多天越香呢？你看我香喷喷的头发，这肚子真的一直在叫。星期五晚上洗就好，星期五晚上也不洗，去礼拜三。谢谢没有名字的人的告白气球，告白没有名字的人。江洋大道，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叫什么大道来着？我好想洗头，我天哪！我的头发已经变成稻草。你没有看到我的头发吗？它。你可以放都不洗生日，粉丝那个生日会的福利是闻我的头臭，不是，是闻我的头香。这根是什么？你们看他已经，他真的失红。对，在讲什么？这头发超级超级很干，会被营运禁止吧。温两种都可以，看你们想要哪一个。那我就两个礼拜不洗。我饿到要变成冲天炮了，我不是哦，我好像是，我的头发不太，我的头皮也不太容易出油，然后我的脸也，我的皮肤也算是干肌，这样嘛，两个礼拜你也要哦，好好。卷舍也能闻到臭味。啊，要练绑绑了吗？星期六就见面，对耶，不像某些人呢、啊，就都见不到啊，因为就不来啊，对啊。
还要叫我去，还要叫我去看那个他的车子啊。我在玩1010，我怀疑你画中有花，什么？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，对呀、啊，还要我去看那个那台东西，就因为他，所以就不来看我的生日会，还很开心叫我去看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这样子。那我也就只好看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差不多要关播休，我不，我礼拜六看得到你们吗？看不到。好，不行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肚子一直在叫。有，我记得荣哥会到，德全会到，小吴会到，波成会到，没有名字的人会到，波翔会到，大健不会到。但为什么没有座位？肯定看得到的，因为我没填问卷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位置，因为呢，你可以问一些粉丝，因为有些粉丝不是抽了好多个位置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是不是有位置可以借助一下？等下次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到一抽，耶！怎么那么厉害，一抽，这么好？每天问卷还是有位置，哦，太好了。没在留念本，好念本，每天就最后排呀、啊。那可以跟小吴坐在一起，龙哥跟小吴坐在一起，被我抽到最后一排的，第26抽不是最后吧？是吗？第10名是樱桃吗？谢谢樱桃吗？第9名是吼吼，谢谢吼吼。今天第8名是爱夏卡拉卡，谢谢爱夏卡拉卡。今天第7名是阿牛牛，谢谢阿牛牛。今天第6名是郭德，谢谢郭德。第5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4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3名是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2名是没有名字的人，谢谢没有名字的人。第1名是荣哥，谢谢。抽出最后一排，很在意。我怀疑你在笑我，但是我没证据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当天才知道伪装。很高招，我的意思是说可以问，就是因为有些宝宝们不是会抽比较多，就是会抽蛮多位置这样子嘛，所以就代表不会，就你们懂吗？所以可以问问看粉丝，谢谢大家。我会好好保养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要乖乖的，我会吃饭，我要吃饭，我要睡觉，我要吃药。我要调好自己的身体。
我要洗头，我不要洗头。It will rest well, thank you. You too. Who is 小萝莉？你才是小萝莉。十一晚安，你懂吗？晚安，勇晚安，不是勇哥，是勇。没有名字，晚安，大天晚安，荣哥晚安，志祥晚安，爱德晚安，流星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小屋晚安，一晨晚安，夜风明月晚安，勇哥晚安，德全晚安，大健晚安，金米粥晚安，杨公公晚安，杠杠杠杠的大叔晚安，荣哥晚安，艾萨克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洛克晚安，黑杰克晚安，吼吼晚安，查查晚安，谁？指甲也是。陆克晚安，古早古早味晚安，波香晚安，我们礼拜六见。我要在握手会见你，你要在握手会带绿蛋糕给我吃。志祥晚安，幻影战士晚安，只要有我。有放我进场，我站在最后面也可以。哦，谢谢你们。希望这次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太快了，我还要再一分钟。再一分钟，快点倒数一分钟。恒吉晚安。五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，倒数一分钟开始。还有谁没有跟我说晚安？我抓出来你们。族人晚安，礼拜六见，礼拜六生日会见。如果没有来礼拜六生日会的人，我们就下礼拜见直播，或是我看看。礼拜天能不能播？但是我礼拜天好像有练习工作，你看起来想威胁我，没有啊，没有名字的人，不是，这是幻影战士骗人。礼拜六，韩吉礼拜六也会来吗？楼下故意不跟你说晚安，大健晚安，我。这一分钟是不是刚来？快逃！我要快逃！快逃！我会到。还在礼拜六冒充我。礼拜六见。好哦。我下播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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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礼拜六见。直播间，谢谢你们。嗯，三二一，披上。